哎，差不多回我，很神！Look at my tail! Look at my tail! 又继续播接玩 G4 人偶事件呢个恐怖 RPG game， 系啦，一个非常之特别画风嘅恐怖 RPG game。咁啊，上一集咧，我哋阿 G4 呢个女仔，女 G4 咧就揾到呢个律师，就进入咗呢一个梅尔斯公司，发现咗癫佬佢呢个吓，好似想帮我哋手嘅癫佬之后啦，怀疑都唔系人嚟啊佢。然后我哋咧就竟然俾个人偶捉住咗，就吓死我哋。今次我哋行左边，哇呢边都有人偶嘅，又嚟。点解有个识喐嘅人偶嘅？你小心啲为妙啊，未落拉。哎呀，走啦走啦，上翻去，好惊。哦，呢边咧，哇，又嚟啊，哇，大佬，我行去边都捉住我嘅想。我先吓，我哋试下跑呢边，快过佢，入呢边。哦，梅尔斯公司废墟地下实验室。哎，呢啲咩手嚟嘅？只机械手。呢度咧，上锁嘅铁闸。是不是可以用老虎钳钳走佢呢？物品用唔到喎 ，save 一 save 先我哋。隔行呢边，道门上一锁喎。呢啲手呢？全部都系普通机械手。诶，手指之间夹住嘅一条银色嘅锁匙，拎走佢先。点解会有条银色锁匙夹住喺呢个手度？不过唔紧要，打开先讲。哦，入嚟啦。诶？八川河山滋养住有限的土壤，而庸碌无为的灵魂就有很多无为乃至高的原罪，即是说那些灵魂没用了，是不是？罪孽深重的灵魂值得被审判，只有放弃肉身而回馈于曾在这个贪婪索取过的世界，才可以令到他的灵魂被救赎。曾是庸碌将终结于呢个阿拉涅山山脚，净化咗个灵魂将会重新降临喺呢片土地。我乜嘢啊？你有乜嘢啊？抽屉打开，诶，有个铜色锁匙，拎走佢先。乜都冇。好啦，铜色嘅锁匙去边嘅咧？去呢边啊，冇错，道门开咗。睇嚟啲解谜方法比较简单啊。呢度年久失修，哇！唔定有啲咩惊喜喎、啊？有啲咩惊喜咧？会一啲同机械人工程相关嘅书。哎呦！哎呦！哇 ！What the？ 吓死！哇！哇！大佬吓死！喂！正！真系哇！真系事事都要 save 啊！呢件事真系呢啲 game 真系。好恐怖啊！行错路啊，就即刻死咗啦！好鬼死恐怖成件事。好啦，今次我要小心啲啊，有陷阱嘅真系。有啲咩惊喜？唔好吓我啊，大佬。What the？ 唉，哇，估唔到只 game 有几恐怖喎！但系我中意佢画风，所以我继续玩落去。唔错唔错，睇嚟上边有冇跌死啦，下边有冇跌死啦。啊，会唔会可以推过啲墙咧吓？一啲书籍，行过呢边，诶呢边行得过噶、哦。OK， 但我要行去边度咧？呢边，嗱大佬唔好跌落去啊！嗱，好惊啊！嗱嗱嗱，佢每一次跌落去都好似咧中枪咁样，我一次佢吓咗三次啦，一啲都唔恐怖。我唔会俾佢再吓亲噶啦，冇错，我唔会俾佢再吓亲噶啦，我唔会俾佢再吓亲噶啦。应该唔系行下边，唔会行右边，先行上边，好唔好？唔会跌落去啩？冇事。我哋行喺边度咧？左定右咧？感觉左边有一块街砖唔同咗喎，系咪咧？行前。哎哟，未死未死，右边。未死未死，右边。未死未死，右边。未死未死。哎呀！点啊！我怀疑唔系入去啊，算啦，出翻去算啦，我哋。哎哟，离开离开，呢边呢？哇，更加多嘅公仔。哎哟，走啊走啊！啊，锁咗，道门上锁咗。啊！哎呀，大王大王，走啊走啊，恐怖啊！我要去边啊？啊！今次系俾三只公仔吓亲。
咩料啊？一只咩 game 嚟噶？好难玩啊，大佬！喂，喺呢啲咁嘅房间度一直上咗锁，上边啊都系，喂啊，点解成日咁容易死啊？呢只 game， 喂大佬，我哋后边喺住，冇事冇事冇事，喺左，冇事冇事，喺左，冇事冇事，喺左，哎 ，OK 啦，系咪咧？诶，出唔到去喎。很想很想点都见不掉，都见不掉。究竟呢间房系想点噶？睇嚟我哋已经卡关啦。拆个机械臂俾佢啊！一只机械臂。等先，如果系手臂嘅话，未落拉。我知道你喺度谂紧乜嘢嘅。我可以话俾你听，咁样行唔通嘅。我就谂你一定读过五年前对于梅洛斯人偶事件嘅报道啦。系啊。失踪的市民被当是饲料咁样喂嗰啲机械人，咁样你有冇谂过制作半人半机械人偶嘅原料系点样嚟噶？嗯？唔通薇薇安嘅父母就被净系咁样？嗰次人偶改造事件嘅实验对象就系梅尔斯公司嘅低层员工。由于梅尔斯长期进行住好多秘密嘅实验，佢嘅员工基本上都唔同啲屋企人联系嘅，所以冇人会意识到呢几个人嘅失踪嘅。咁你系点知道噶？呢件事只得梅尔斯嘅高层知道，而用嚟进行实验嘅密室，啱啱好就系位于我哋而家呢一个地方嘅地下室。如果我哋想了解多啲薇薇安父母嘅信息嘅话，我哋就谂个方法重新开启嗰个密室。嗯？咁我点咧？咁即系点咧？搵个方法开嗰个密室？呢本嘢？俾本书佢。哎，哇，吓死我 ！OK， 终于开到机关了，哎，搞掂啦，执翻佢先。Let's go， let's go， let's go， 机关开咗啦，应该 safe safe 先，好紧张啊，而家我哋出去应该又有嗰个死人公仔度，哎，冇事喎，公仔死咗喎，唔知系咪因为啱啱强烈嘅震动，啱啱吹住我哋嘅人偶，而家已经散咗啦。梅洛拉，你知唔知呢个人偶同我哋入口见到嘅人偶有咩分别啊？嗯，这个是人血哦，用人血整的，这么奇怪。咦，这个道门哦，奇怪了，根据报道，密室里面的人偶应该被人拆散了才对的。哎呀，好紧张啊，熄了先。Hello， 这人偶会不会识喐的，吓死我，好惊啊。嗱，望望先，实验品 D 是不是拆他的手呢？拆了手的啦。以防万一，实验品 D 呢个计划嘅第一批试制成品，女性系哦公关经理啊，哎呀系女公关经理啊，俾人改造之后喺业务方面有十分出众嘅表现。改造成功之后，公司对其进行咗人工嘅记忆修改，拥有咗庞大嘅知识库，喺对应外交场合上更加系犀利，有因有余。一次酒宴入面，一个宾客引用拉丁话，借住真理嘅力量，可以有生之年可以得到征服万物嘅力量。之后呢个人偶就产生过激嘅反应，虽然被征服咗，但安全起见都系暂时将佢封存。点解呢？诶，但系其他都有手嘅，可唔可以我就要拆佢嘅爸爸妈妈嗰只手呢？即系我唔知边一个爸爸边个妈妈。呢个计划嘅第一批试制品男性。是前公司的数据分析员，哇 ，IT 部啊 ，OK，IT 部都被人拿咗去做机械人啦、啊。经过改造之后，表现出出众的数据分析能力。啊，佢系谂住去原计划将呢个员工安排喺数据分析部工作嘅，但因为喺试验阶段显示出佢对一啲词汇敏感而失控，决定将佢进行暂时废置。等到研制出彻底可以纯化到呢个意识嘅技术，再进行调试。呢个呢，又系拆佢手，拆晒啲手，全部啲手脚脚拆鬼晒佢。A 系咩呢 ？A 都系男性嚟嘅，系技术研究员，拥有较高嘅攻击性，行为十分不稳定，曾经暴起导致人身伤害。经过调试之后，发现咧佢个本意识入边代码运行，强制将22922914
229-229-114 增加到运行程式入面，导致到运行故障。哦、啊、，OK， 总之都系废弃咗喺度啦。咁啊，谂紧紧边一个 set 佢爸爸妈妈系咪咁嘅意思咧？但系因为佢面对住唔超过13岁嘅幼童嘅时候，出现咗不可控嘅失常行为。诶，我怀疑呢个系妈妈喎，应该系。系啦，呢个系实验品 B， 应该系妈妈嚟，冇估错嘅话。我估咗冇估准，应该 A 同 B 就系佢嘅父母啦。试下先，好啦，攞晒佢啲手脚，呢、這个时候我哋可以上翻去啦。Let's go， let's go， let's go， let's go。Hello， 你好。搵到密室，微微安嘅父母被造成人偶，咁我就谂你应该根据线索推断出边一个先系佢嘅父母啦。嗱，如果冇估错咧，应该 A 同 B 系佢嘅父母。我哋试下先。我想要牵住爸爸妈妈嘅手啊！系咪谂住将 A 交俾佢咧？嗱，试下交俾佢先。如果错咗会点咧？我唔知啦。试下交。呢个系爸爸嘅手。诶、哎，啱啦！呢个妈妈嘅手。系咪妈妈咧？呢个唔系爸爸妈妈嘅手。你喺度捉弄紧美美安啊！哎哟，好惊啊！个样变咗，样变咗。What the？ 唉、哎，救命啊 ！OK， 如果我估错咗嘅话，佢系会吓鬼死我嘅。感谢你，即系而家 A 系爸爸，但呢个反而唔系妈妈。爸爸嘅手 ，no，no，C 系啦 ，A 同埋 D 应该系啦，妈妈嘅手揾到啦。肥翻妈妈嘅手，肥翻爸爸妈妈嘅手嚟啦嗱嗱，多谢你哋啊！跟住佢行咗去，果然佢有啲亡魂嚟吓。如果冇估错嘅话，点点点，问题总算解决咗啦。OK， 哇，好惊啊，大佬，好恐怖啊！我哋 save 住先。系啦，冇错，咁今集亦都暂时玩咁多先。如果大家中手睇落，欢迎 like 话俾我知。咁如果大家想睇我就玩落去，咁我哋下一集再见啊！我是大波子奇，拜拜。哇，好恐怖呢个 game， 好惊惊吓死我。